我之前小时候听过秦腔的男声，大概是那种花脸一类的，就是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很摇滚，很嘶喊，就那种。我还是对男生那个感觉情有独钟。是吗？对。哎呀，其实呀，今天呢，想给你准备的一位就是男搭档。是个小孩，怎么会是个小孩？妈呀，你几岁了？我十一了。你要抱就抱，你这给我们俩这样子干嘛呢？好怪的。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张晓亮老师，张晓亮老师，咱们的花脸啊，艺术家。好的。来，张晓亮，后一个。秦腔是中国西北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起于西周，是三秦大地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高亢的唱腔响彻行云，那种气势豪情与软语呢喃的剧种具有强烈的反差。太难了，对，这个我学得会吗？我觉得他那个喊和他那个很奔放，很释放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释放的感觉，我是喜欢的。我跟着您唱好吧？他那个感觉很难拿，你明白吗？我会紧张，我是一个对自己特别有很高的要求，可是自己可能又达不到那个要求。我特别想把这个东西搞到我听了以后满意，因为我特别挑剔。舌头拉出来，你看，拉出来，不行，拉出来。是不大相信会在短时间内可以弄出一个我既能唱又不会就是破坏戏曲本身的感觉。又来不了了，一句都没记住。真的是怕不好。我抛开了所有的杂念，尽最大的努力，秦腔奋力一搏。Thank you.
谢谢来自艺俗社的秦腔表演艺术家张小亮，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小胖啊李宇。宁静，你今天唱法是完全合格，唱得很好，很洒脱，放开了。他们上了三个人一唱的时候，整体给我感觉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嘶吼，让我热血沸腾，充满了一种阳刚，充满了一种原始洪荒当中的那种野性的呼唤。宁静，今天你的这个表演啊，无论是唱还是扮相，简直绝了。但是我告诉你，你别骄傲，我觉得今天你的成功离不开你旁边的二位的鼎力支持，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二位。对，我隆重介绍这两位，一个是我旁边的这一位，他叫小胖。小胖，对，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的优秀。当我第一次看到他说他是我的搭档的时候，我说啊，这个小孩，然后我就开始有点怕怕，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在央视的舞台里面出现的小孩都特别的棒，马上我就开始想我还能干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张老师那个秦腔，刚才大家听到了，吼的特别的棒，真的我很崇拜。我之前的一些很多的唱段是张老师口传给我的，口传，对对对，教的。所以这两位真的我觉得太棒了。秦腔演员呢，要有三个特点：第一，舞台要结实，那个舞台如果禁不住，他们会被他们踩碎的；第二，身子骨要棒，身子骨不棒就给累病了；第三，咱们前排的观众啊，胆儿得大，听了以后不能跑。所以就是他有这样的一种魅力，艺术能有这样一种魅力，真的。你几岁了，小朋友？十岁。唱得这么好，你的爸爸妈妈得多骄傲啊，就是啊，多高兴啊。我从小就热爱戏曲，但是我爸爸妈妈从来就没有支持过我。从来就没有支持过我。为什么？我妈妈他们就说当一个戏曲演员很苦。他就不愿意让我入这一行。但是我又特别爱，我就在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偷偷的练。你跟谁练？我自学，我跟电脑练。这孩子呀，打开他的电脑，别的孩子像他这么大的孩子看电脑玩是游戏什么的很正常，这孩子电脑一打开全是秦腔。所以我想说，得把你爸爸妈妈请上来。我要问你爸爸妈妈为什么不喜欢你唱戏曲呢？好，我们有请李宇的爸爸妈妈来到舞台的中央。哇，我们真的想问问爸爸妈妈，你们这个儿子多有那个范儿，这戏唱的多有滋有味啊，怎么就不支持他学这个戏曲呢？一个主要就是现在秦腔就是这个听的人越来越少了，再一个就是在学的时候可能也就是比较苦。但是我问问李宇小朋友，你怕吃苦吗？不怕。大声地告诉爸爸妈妈，我不怕吃苦，不怕吃苦。妈妈心疼儿子，妈妈你说说，儿子这么想学戏，你能不能支持他呀？主要是啥？就是还是觉得娃太苦了，练功啥太苦了。其实我跟你讲啊，父母担心的是有道理的，我能深刻体会到。过去我们计算过，过去有380多种戏曲，现在只有200多种戏曲，所以戏曲慢慢在枯萎。为什么？就是我们重视的不够，就是我们去传承的不够。孩子喜欢，做父母的要尊重孩子的喜爱。8岁的孩子喜欢秦腔，喜欢戏曲，是少之又少之的好苗子。希望你们能够支持他，帮助他，让他勇敢的坚强地走下去。我们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呢？从联合国开始，从世界开始树立这个项目，就是要抢救它。
就是因为很多的这种非常好的经典的艺术已经濒危了，何况秦腔一上来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震撼，现在喜欢的人仍然是很多的。我的意思也是，就是我们支持小胖，我还给小胖出了点主意，我说你要跟爸爸妈妈就是交换一点小小的条件，比如说我这方面做得很好，你们也试着支持我。讲得好。小胖没有办过彩妆的这个扮相，表演过精彩的节目是不是？没有。哇，那我们太期待了，你一定要有一次精彩的扮相来给我们表演，好不好？有没有信心？有。就是我要告诉小胖的爸爸妈妈，也通过你们告诉更多的我们的这个父亲母亲家长，中国的戏曲不会亡。现在的今天的中国，我们更渴望的是要回望我们的传统，回望我们的历史，最精彩的民族艺术只会有更好的发展，你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好，刚才宁静、小胖还有张老师他们合作表演的这个融合的作品，您喜欢吗？接下来我们今天在座的由 QQ 音乐选送的100位观众，请为他们投票。92票。哇，我今天刚刚彩排的时候压力很大，我看到张老师站在右边，小胖站在左边，我觉得我的优势就是站在中间，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大家的一个功劳，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好的成绩，一定是大家一起的成绩。哇，我太爱你们了，谢谢你，谢谢，太棒了，我们也期待着下一场你们会碰撞出更多的火花，好不好？好，好，谢谢他们，让我们掌声欢送。让我们一起进入到天之蓝经典时刻，有请下一组表演者。